就这样，他们几个就拿着隐形的道具进去抓鬼。这时，白雪也醒来了，她郑重地向大家自我介绍：“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嗯”大家好，我是新改版的白雪公主，我是新改版白雪公主。我曾参加最珍贵的黄金礼盒的贵族的血，可是血型是 O 型的，所以他是血，他是血色混血哟。求求你们吧，请赦免我吧。可以啊，只要你肯付每个月的伙食费。哇塞，那铁头你走进了。没有啊，那几条本来就是这么好人。这么爱钱的大姐头，对这么小本事，应该像白雪那么美。所以想偷偷将她带入亲友当地，挑战一笔外快。另外，皇后得知猎任务失败后，便派人追查白雪的下落。最后，旁边不住有心人，皇后得知了白雪的下落，于是她便亲自去接白雪。因为我的室友呢，一直都没查实的。好好好，这是我最近研究出来的。我连住。好好好，这是我最近研究出来的变装的。不要小看这整只一瓶很普通 mineral water， 其实它这一瓶名副其实的那种。如果你们不信的话，我就喝给你看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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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。对不起各位，这有一点想我想要补充的是，王后喝下变装水也是有副作用的，因为变装水的关系使巫婆身体十分虚弱，所以刚才巫婆因为兴奋过度心脏病爆发而当场受伤。巫婆那你自己说不出两句叫哪种人皮坑你脸的啊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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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也不是我，也不是我。我抓紧走，那不是垃圾，而是人吧？怎么？我们家人是谁了？是谁了？是谁啊？是谁了？我抓紧走，如果是谁的话，早就溜到厨房跟冰箱睡觉了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那你们去问问他们，为什么趴在地上睡觉？白雪，而另一位则是一个老太婆。那你头，那我先把白雪抬进去吧。好。好，拜头。那又老又满脸皱纹的老太婆怎么办？是的，我抬进去。你是谁？我是卡萨巴王子。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寻找一种药，成就我的星球。而这种药正是爱情。那你能救我们公主吗？可以，不过你得先付1000美元，因为没钱，我是不能借我的蜈蚣的。那1000美元。那我现在就用我的蜈蚣穿救醒他。Thank you.